老大吃无人甲你抢啦，不你唔惊惊着？爸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招丽萍阿姨哦，做伙开店，是你这世人最后上正确的选择，因为伊会笑个啊，好你太济啊。高音啊呢，你头讲话你袂闹鬼哦。我看你顶世人可能哦，唱七啊拢唱输啊啦，所以这项专业中好是变不行个啦。那安尼就惨啊！你唔但欠我，佫欠丽萍阿姨，所以命运哦安排恁两个识识。哎，记哦，对人较好诶。哎，王经理，你叫丽萍阿姨，伊是我阿妈呢，你安尼嘛想无礼貌吧？袂啊，啊，伊是你阿妈，毋是我阿妈。而且阮爸叫恁阿妈哦，丽萍姐啊。啊，若照你安尼讲起来，我毋着叫阮阿爸阿公。阿是，你感觉阮爸叫恁阿妈丽萍阿姨较好啊？啊？你真正足侪歪理的呢！啊，这辈分就无同款咩？啊，这哪有啥物好玩的啊？啊，就一个称呼啊，个人交个人的，欢喜安怎叫就安怎叫嘛。假使讲恁阿妈若无欢喜一定哦，叫伊阿姨无，我才叫伊改出吼。晴天啊！嗯。啊！哎呦！你不是跟我妈讲你明仔才回来啊？哈！啊，因为我想过想你啊啦，啊，所以我就跟好好请假啊。我想讲哦，今仔日袂当让你一个人过，我会陪你。妈心肝宝贝孙哦，你就是这大心啦，什么代志拢替阿妈咧想较周到。阿妈，真正无白听。哎呦，阿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卖。哎呦，啊你，你搁搞搞你目睭安尼，正正红红哦，看我你实在。妈，这位，这位就是柯泉的查某囝，晴天啊。囡仔，伊就是柯泉留予我的宝贝啦。阿妈跟你讲，这两位是。我知阿妈、阿伯、阿母，您好。对对对，我就是你阿伯啦。是讲，你还阁是红孩仔的时阵，我都已经离开啊，你哪会认得我？我看新闻啦。啊，敢是恁阿伯替选的新闻啊？实在是感觉足歹势啦。今日我咧看到我选举失败的新闻，丽萍姐，我嘛有看新闻啊。安尼，迄当时恁母仔的关系敢拢无讲介好，啊，不过即马看起来，恁也好好啊。嘿啦，啊，其实坦白讲哦，我从来拢唔敢妄望有这一天。甲讲起来哦，爱感谢。也是甲董俊英两个某关系接受我，是嘛？无过甲我撒开才对啦。过去是我想过袂晓想，才让妈为着我烦恼遮尔侪年，遮尔侪苦。哦，安尼赞啊！丽萍姐，以后你有后生、有媳妇，佮有查某孙，伫你身躯边哦，我看以后真正幸福快乐一百年哦。有影啦，有影。董俊啊，妈若想着讲哦，你选举的时阵办记者会，我安尼一时着急跳出来替你讲话，煞颠倒害你政治前途拢无去啊！还是，老妈，莫阁想遐啦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即摆已经有新的头路。是什么套路啊？妈，董俊伟去伯顿高中做校长啊。高中的校长？嗯。哦，有呀！哦，高高高，这套路袂歹袂歹，赞！高尚高尚。妈，茶点茶。
我一世人，我真正从来拢唔敢想，连恁妈妈唔敢想，我今日有一天会当把我的心无亲手给我放下。唔捌饮过这尔甜、这尔幸福的。妈，莫哭啦！你安尼，我嘛是要替你哭嘞，啊？来，带我看。哎呀，妈，啊，你来哭到安尼啦，你该感觉真欢喜才对啊，啊？等我一下哈，等我一下。阿姐，只好想妈一点仔心意啦。我自从知影东君娶到你这么好、这么贤惠太太了后，我都去足认真打拼去赚钱、俭钱，去买一条活人要予你。啊，不过有较细条淡薄，因为妈无钱的能力，都敢若我都打安尼活人，你敢会气啊？啊！妈的心意才是最重要的。多谢妈，这是我收过的我最喜欢的结婚礼物。老公，给我看看。不行，快！妈。来来来，妈，啊，这壁顶拢是晴天的奖状哦。对，我晴天真正足够读册了吼。那这点哦，伊甲你足像的，捌代志，哦，佫足够读册。啊，不过妈，这点我都无了解啦。当初你是因为我熬读册捌代志，你今日拖累我，所以才会把我塞到远远远的。啊，不过你煞颠倒，把晴天留在你的身躯边，这是是安尼啦。其实当初我甲恁两兄弟啊要过互恁阿爸阿母的时阵，我嘛问因啦，是毋是我那愿意收留晴天？啊，不过恁阿爸阿母都唔肯啊。我唔再甲晴天带伫我的身躯边，互伊缀我的洗，我都只好一直说服我家己讲，风水传男不传女。我想讲，晴天是查囡仔人，应该袂有偌大影响才对啦。所以我才甲伊留伫我的身躯边，我嘛干来当安尼安慰我家己尔。杨哥。事实证明啊，命运由我不由天。我即摆去倒来你的身躯边啊，啊晴天这么乖巧，熬读书又搁捌代志，所以妈，你都莫搁四十年前迄个风水什么纠缠哦，我
为困了，安尼好不？老公，嗯、你的学霸子女，你是怕成功，可以在北京好好发光发热，还是你好好啊？当然嘛是我的学校啊，安尼我嘛靠我们家照顾。妈，啊，你讲好不？我是无什么意见啦，今天伊那管理一答应就好啊。今天，今天啊，阿伯，什么大事？今天啊，你嘛知阿伯要去伯顿高中做校长啊，那呢，我刚刚把你挖叫过来。伯顿。是啊，伯顿高中的排名拢是前几名。你若是转过来，恁阿爸嘛当时刷照顾你。啊，不过伯顿的学费足贵的呢。这你免烦恼，阿爸负责。你只要伫伯顿乖乖读书，安尼就好。无咯，无咯，无咯。冬俊啊，迄学费遐贵，哪会互你付啦？妈，你着我尽一份心力好不？对客群。我这做哥哥的那么尽着照顾伊的责任嘛，今麦有这个机会，会当栽培伊的查某囝，我相信客群在天之灵一定会答应的。好啦，我就安尼啦。是讲今天啊，你爱乖起来哦吼，你若转去阿爸因咧好读书。你爱更加认真，更加打拼，啊，唔通无乖，让恁阿爸歹做人，有听无啊？阿妈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要足认真读书的，袂让恁失望的。